นะโมอามิทโธนะโมอามิทโธ无上甚深本愿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实意，请放掌。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晚上借着大家打佛七的殊胜法缘，心愿继续向大家报告四八愿大意。前面我们看四八愿的因缘文，已经看了十六愿，晚上从第十七愿接下去看。第十七愿，诸佛称扬愿，因愿文：摄我等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之阶称我名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十方世界无量诸佛，如果不共同赞叹宣扬我的名号，让十方众生闻讯来往生我国土，我就不取正解。从这里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名号要让十方众生遇到称念往生，必须透过十方诸佛如来的宣扬。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知道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知道有一位佛叫做阿弥陀佛，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间跟我们宣扬，我们才知道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净土三间，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位佛叫做阿弥陀佛发愿要救度我们？我们不知道啊。所以阿弥陀佛因地的法藏菩萨发这一愿，心愿非常的良苦，因为要让十方众生得益他果地名号，能够令他救度回归西方，必须要让十方众生能遇到六字红脸。也如一家公司生产了许多商品，负责人一定要想办法广告推销，让许多客户知道他生产这些商品，所以一定要透过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发布商品讯息，或者请推销员出去推销，或者设立专卖店销售，或者设立经销网广纳许多经销商销售他的商品。总之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把商品销售出去，才能赚钱进来啊。阿弥陀佛发第十七愿的用意就是如此。如果以我们娑婆世界而言，阿弥陀佛就是透过释迦牟尼佛把六字红脸推销给我们。请问大家，你要不要啊？要的人请鼓掌。六字红名叫做阿且陀药，所以阿弥陀佛卖什么药呢？阿且陀药。所以我特地呢从台湾带了很多来要卖给你们啊，就送给你们了，要的请举手。啊，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先说净土三经，教导我们念佛，就是推销阿且陀药给我们。你会问心愿师父，什么叫阿且陀药？阿且陀药就是万病总治的妙药，也就是能够让所有人服了阿且陀药之后啊，就了伴生死。阿且陀药专门的在治生死病，普拉腾是在治头痛的，悠悠药膏是治香港脚的，阿且陀药呢是治生死病的。所以我们还有生死的凡夫，要不要每天服用阿且陀药啊？所以啊，请大家每个人至少带一瓶回家，早晚配温开水，知道吗？也就是早课念佛，晚课念佛，念佛会口渴啊，所以要喝一点温开水。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睹见了诸佛刹土啊，有的国土诸佛如来虽然啊很有功德，可是他的名号不能够呢流传很远，令十方众生得意称念。所以啊，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之后，我的名号要让十方诸佛赞叹称扬，宣扬我的名号，令十方众生遇到信受称念往生啊成佛。法藏菩萨的用心非常的良苦，所以十方诸佛如来为什么会赞叹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证明了念佛成佛真实不虚。你读了阿弥陀经到流通文，世尊就举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如恒河沙的诸佛如来共同啊劝勉众生啊，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就是希望他治国的众生要相信阿弥陀经，相信释迦牟尼佛所先说阿弥陀经的修行念佛成佛，也就是要相信阿弥陀的名号能够让你称念救度你往生。所以净土法门是十方诸佛如来必定宣扬的法门，所以毁谤念佛为什么必堕无间地狱？因为你毁谤诸佛必定宣扬的法门，这个罪过可大了。将来你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说法度众生，成就佛道，你也一定会先说念佛法门。为什么？因为你在因地就是念佛往生到西方果地，从凡夫成为菩萨，就是念佛成就你的。你会不会感恩念佛法门？会不会？一定会的嘛！你一定会先说念佛法门。大势至菩萨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大势至菩萨因地就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所有如来叫他念佛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大势至菩萨，所以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的，今以此戒，恶念佛人归于净土。菩萨最懂得感恩福报，因地念佛往生净土，成就菩萨，所以啊发愿摄受念佛人回归净土啊。我们将来也会跟大势至菩萨一样，所以啊，阿弥陀佛因地的法藏菩萨发第十七愿诸佛称扬愿，确实啊，用意深远。如果第十八愿没有第十七愿，第十八愿也度不了众生。
有诸佛的宣扬，阿弥陀的名号威神功德，才能够令众生闻信称念获救。阿弥陀佛确实设想的非常周到，从第十七愿的愿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能够遇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都有阿弥陀佛在冥冥中为了度我们巧妙的安排。阿弥陀佛安排释迦牟尼佛说净土三经，阿弥陀佛安排历代的祖师流传净土经教，阿弥陀佛安排你生命中的贵人引导你念佛，阿弥陀佛将来还会在你临终啊现前迎接你，所以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为我们设想周到，对不对啊？要不要感恩阿弥陀佛？底下请看第十八愿，第十八愿念佛往生愿，这一愿是我们修因之愿，非常的重要。可惜我们时间很有限，不能多说，我们还是大略了解。因愿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乐，一生我国，乃至死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十方的众生啊，听闻我名号的道理，信心欢喜，想要求生我的净土世界，乃至称念我的名号，常在一生，短在十生一生。我如果没有救度他，回到我的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不成佛，唯除造作忤逆罪、谤法罪。第十八愿是我们生命的救命仙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探究啊，好好的从无量寿经的五义了解第十八愿的真义，好好的从世尊在无量寿经第十八愿成就文的开示了解第十八愿的愿意，好好的参酌其他相关的大圣经典了解第十八愿的愿意。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见了一切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啊，没有清净心，没有真实心啊，内心有贪嗔痴的三毒烦恼，所以烦恼起现前造作杀盗淫妄的罪业，因此在三毒六道轮转不已，所以誓言以名号对众生绝对的救度。法藏菩萨看见了两百一十亿诸佛刹土中，有的国土虽然很清净，但是往生的条件很高，必须呢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万行圆满才能够往生。有的国土啊，必须要发菩提心，修六念、持戒、诵咒，乃至于啊起立塔像啊，供养三宝才能够往生。有的国土啊，修一醒就能往生，有的国土必须修很多醒才能往生，有的国土往生啊条件虽然不高，但是啊很多人还是做不到。有的国土往生必须要具足清净心、智慧心、禅定心才能够往生，有的国土必须要持戒精严才能够往生。所以
十方的国土往生的条件都不同。举个例子，大家都容易明白，你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要往生到东方琉璃世界，也要往生斗率涅槃净土世界，条件不一样。所以你要到哪一个净土世界去，必须要了解往生的条件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往生的条件非常简单，念佛。宝藏菩萨第十八愿就是要求十方众生念佛，念多少呢？乃至十念。乃至十念是什么意思？常在一生的念佛，短在一生十生的念佛，通通是在乃至十念这句应愿文里头。这大家都做得到。有的国土必须要诵经才能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只要念佛，纵然不会诵经也能往生。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第十八愿？道理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以诵经跟念佛作为比较，如果阿弥陀佛在第十八愿要求众生念佛之外加上诵经，哇，十方众生就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得救往生。为什么？因为十方众生有很多人不识字啊，所以阿弥陀要救度众生，一定是要让十方每个众生都能做得到的修行，这样才能度尽一切众生，对不对？阿弥陀的愿力实在太广大。三岁小孩子他会诵经吗？有一次我到台湾的中部某一个医院去关怀病人，中午啊到一家素食餐馆用餐，用餐完出来，素食餐馆隔壁有一个小孩子，年纪很小，很可爱，看到我他会跟我合掌呢，师父阿弥陀佛。小孩子啊，年纪很小，他不识字啊，可是他看到出家人生欢喜心，会念阿弥陀佛。你看阿弥陀佛用名号救度众生多么了不起，对不对啊？连三岁小孩子都会念佛，在八世田中种下了成佛的金刚种子。这个小孩子还做了一个动作，说了一句话，让我笑了老半天。他也摸摸他的头，师父我有理光头耶。因为这个小孩子的理光头，他看到出家人理光头啊，非常的好奇，很可爱。我四处弘法啊，看到许多小孩子很有善根，年纪很小，两三岁而已，看到出家人会念阿弥陀佛。我们本愿在一个老菩萨，他的孙女啊，还在那个婴儿车里面，他的祖母啊，啊，天天呢、啊、用婴儿车啊推他呢出去散步、啊，很可爱的小女孩，看到师父啊。师父阿弥陀佛啊，现在小女孩长得很大，很可爱。佛号下至两三岁的小孩子，上至一百岁的老阿嬷都能念。如果拜佛跟念佛做一个比较，三岁的小孩子或许能拜佛，但是一百岁的老阿嬷可能就没办法拜佛。为什么？一百岁的老阿嬷说不定呢脚都已经呢快走不动了，你叫他拜佛他不能拜呀。残废人就不能拜佛，但是残废人就能念佛，对不对呀？阿弥陀佛五劫想出用念佛的方法要度众生，实在太了不起了，我们再给阿弥陀佛赞叹。
所以啊，你了解第十八愿阿弥陀佛选择用念佛的方法要救度我们，你就要老实念佛了。你如果不老实念佛啊，你实在太对不起阿弥陀佛的苦心了。这一愿啊，太多太多的道理啊，实在是讲不完了。但是有四句话，请大家跟我念一遍，希望你们能牢记在心。用这四句话啊，表示第十八愿的精神，非常的贴切。人生是苦海。弥陀是法船，念佛为能度，当下是岸边。所以你念佛当下，你就出离生死苦海啦，就坐上阿弥陀佛的法船啦。阿弥陀佛就是法船的老船长啊！你要不要登上阿弥陀佛的法船啊？不要再生死大海沉沦受苦了，不要再大海喊救命，赶紧念佛，念佛就救你自己的法身慧命，对不对呀？所以啊，一个真心对待自己法身慧命的人，一定老实念佛，一定会听我的劝告。我最鼓励人家念佛，印光大师也非常鼓励人家念佛啊，中国净宗的每位祖师都非常鼓励人家念佛啊。世尊的父亲净饭大王快要死了，世尊呢赶紧呢到迦毗罗卫国皇宫里亲自呢关心他的父亲了、啊。世尊呢是最注重孝道的人啊，一个成佛人最懂得孝养父母啊，自己的父亲快要死了，他赶紧呢到他父亲的面前啊，对他安慰，对他关怀，对他说法。用现在话来讲，就世尊对他的父亲临终关怀。大宝积经记载，世尊呢劝勉他的父亲啊，啊，面对自己生命的生死自然定力、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呢是一个圣者，他化缘心境也要舍掉应化身了、啊、连世尊圣者都要舍掉应化身了、啊、何况是我们凡夫众生，当然有一天要舍掉业报身啊，对生命过于执着只能带来痛苦，多急救让你活一天两天，急救多活一天两天，可是增加很多急救的痛苦，乃至于这一天两天的生命还是痛苦，要吗？很值得自己好好深思哦。世间的生命充满苦难，如果自己没有遇到，看别人在受苦也是自己最佳的警惕嘛，因为归戒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念佛，确实第十八愿是我们转凡成圣的无上妙法，是我们生命重新找到自我的唯一法。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早就迷失自我了，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我们本来面目跟阿弥陀一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药师佛一样，跟十方诸佛如来一样，可是我们早就迷失了。我们为什么不念佛找回自我，回归净土，回复本来，回复自性，念南无阿弥陀佛，才能让我们法身慧命活过来。我们法身慧命啊，虽然没有生命，但是我们在人间的生命有生命啊。当然了、啊，有生死有生命的凡夫众生，
最值得追求就是永生不灭，永远不死，不生不灭，对不对？当然啦、啊，我们都很眷恋自己的生命，所以啊，每一个人要死的都依依不舍，就是这样，我们才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第十八愿也好，啊，第十五愿也好，都是对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啊，永永远远随意自在。在这里啊，就是因为寿命不能自在，有两句话用台湾话来说明最传神，我讲看看上句你们能不能接下句。上句就是阎王注定三更死，下句要怎么讲？绝不留灵过五更。阎罗王啊，三更就要把你抓走了，你就不能活到五更了。所以啊，要好好的念佛，千万记住，念佛，你就是阿弥陀佛的人；不念佛，你就是阎罗王的人了。请问你，你要做阿弥陀佛的人，还是要做阎罗王的人？当然做阿弥陀佛的人啊，做阿弥陀佛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菩萨法界，对不对啊？太幸福，太快乐。请看第十九愿，修诸功德愿。因愿文：设我得火，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以大众为绕，现取人权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将来成佛了，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六度万恨功德，以真心发愿，想要求生我国。这样的人年寿终的时候，假使我不以圣众为绕，现身在这个人面前，接引到我的国土，我就不取正觉。这一愿与第十八愿对我们而言确实是非常安心，因为我们如果懂了第十八愿的意义、第十九愿的意义，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念佛不能往生。所以把第十八愿、第十九愿融会贯通，你一心一意念佛，将来在临终，阿弥陀佛一定现前迎接你。因为你融会贯通第十八愿、第十九愿，你一定老实念佛，莫犯敌目，一生不变，坚持到底。因为你知道将来临终，阿弥陀佛会带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前迎接你，所以有佛菩萨现前迎接，不怕冤亲债主，不怕各种障眼。所以法藏菩萨的用心非常良苦。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睹见诸佛国土，有的国土虽然啊有众生想要求生，但是啊临终的时候没有佛来迎接，所以你命中业障现前啊，因为缺少佛现前迎接的殊胜因缘，所以堕入魔网，受业障现前考验，所以继续轮回生死。我们从地藏经也知道，难言菩提行善的众生临终都会冤亲债主现前，带领亡者堕入恶道。
行善的人临终都会有冤亲债主现前，何况是造恶人，对不对啊？生死轮回呢非常恐怖，所以当我们临终有阿弥陀佛来维护我们、护佑我们、加持我们、灌顶我们，那我们呢避免冤亲债主的干扰，我们呢舍弃种种的障眼，往生希望就非常的稳当。阿弥陀佛知道我们凡夫众生的业障很深了，如果临终没有佛菩萨的威神加持啊，令心不乱，是很容易的堕入三途啊。所以啊，宝藏菩萨发愿，我成佛之后，十方的众生想要往生我国啊，临命终的时候啊，一定现前接引。因此，我们从历世久远的因缘，我知道，对我们行者而言，我们一定要做好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因缘文说得很清楚，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这是行者要每天去做的，到临终都不能改变。对我们修学第十八愿的行者，我们要如何仗着第十九愿在我们临终得到阿弥陀的接引？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目的就是为了成佛，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度众生，这种心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念佛是大圣心，你不要呢念佛是小圣心，我只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成菩萨，自己一个人安稳自在逍遥快乐，众生的生死我才不管他呢。这样的心念佛，以阿弥陀佛的佛号愿心不相弃不相应，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包括念佛修诸行都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那我们修起敬业就是一心念佛，当我们一心念佛一生不变，从平生念到临终，从因地念到果地，从娑婆念到极乐，从凡夫念到圣人，那这样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千稳万当。好，或许你会问，星云师父，我怎么知道临终见佛那是真佛还是魔鬼所变的佛，如何区分？许多人非常关心。那刚才有人写这样的问题，临终见佛的时候啊，不管是佛是魔，你都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如果是魔，魔就退散了，如果是佛，佛跟你加持，对不对？太好了。圆照律师呢在观经书有一段话，这一段话呢非常的好，但是啊，我如果念出来没有解释你们又听不懂，解释啊又费时间，但是啊，这一段话就解释这一个问答最好的答案，我简要的解释，不然啊大家还是多少内心会担心。圆照律师呢在观经书说，更有阿弥陀佛有大慈悲力、大誓愿力、大智慧力、大三昧力、大威神力、大摧邪力、大降魔力、天眼眼见力、天耳遥闻力、他心测见力、光明遍照、摄取众生力，有如是等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岂不能护持念佛之人至临终时念无障碍也？若不为护持者，这慈悲力何在？
若不能除魔障者，慈悲力、三昧力、威神力、摧邪力、降魔力，复何在也？若不能鉴察被魔为障者，天眼眼见力、天耳遥闻力、他心测见力，复何在也？经引阿弥陀像好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令我众生摄取不舍。若为念佛，临终被魔障者，光明遍照摄取众生力，复何在也？况念佛人临终感相，出自众间，皆是佛眼，何得贬为魔见乎？今为绝破学语，当生正信。好，大意啊，我简略说过，不然大家听不懂。阿弥陀佛有很多的佛力啊，如果阿弥陀佛不能护持念佛人，令他从平生到临终没有障碍，那么阿弥陀佛慈悲力何在？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阿弥陀佛会护持你。讲道理，几十例你们就很容易呢，信受体会了。你们当妈妈的，教导你的孩子走路，一定会先教导他学站好，对不对？当他站得稳，才会呢跨出一步两步走路，会不会？你们一定慢慢这样教他的嘛。当你的孩子刚学走路，稍微能站稳，他要跨出第一步、第二步，摇摇晃晃，快要跌倒了，你当妈妈的会做什么动作？啊？你当妈妈的会在旁边呢纳凉啊？管他的，你跌倒算了，最好跌死好了，会不会？不会啊。你当妈妈的一定会做什么样的动作？他如果快要跌倒了，还没有跌倒，你赶紧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怎样抱住嘛，不要让他跌倒，因为跌倒啊，受伤流血了，伤在儿身，痛在娘心。当妈妈的爱心是这样，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大慈悲父。大慈悲母，他会保护我们，就像妈妈在保护孩子一样啊，层层的佛光射受保护着我们，不会受魔障啊。如果阿弥陀佛不护持我们，那慈悲力何在？这是圆照律师讲的、啊、如果阿弥陀佛不会为我们消除魔障，那智慧力、三昧力、威神力、摧邪力、降魔力何在？如果阿弥陀佛不能知道我们会被魔鬼的障碍，那么他的天眼力、天耳力、他心力何在？何况呢，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就遍照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所以我们临终如果被魔障碍，那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力何在？所以念佛人临终感召阿弥陀佛现前，这是经典所说的念佛感佛现前迎接，也是靠着阿弥陀佛第十九愿啊。所以放心念佛，绝对不要担心，这就是圆照律师的开示，讲得太好了，我们给圆照律师赞叹。这样你要不要担心临终阿弥陀佛不是真佛？不用担心啦，冤亲债主现前来，阿弥陀佛来了，顺便把冤亲债主渡上西方。记住，阿弥陀佛是最主要来渡你的，把你的冤亲债主啊，顺便渡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啊？太好了，太好了。请看第二十页，细念定生念。因愿闻摄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逐诸得本，自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
法藏菩萨誓言啊，将来成就佛道之后，十方众生如果有天闻道，他的名号、系念、他的净土啊，自成的念佛回向所修的功德，如果不能满愿，就不起正觉。阿弥陀佛誓愿要救度念佛人，除了第十八愿之外，还有第二十愿。因为二十愿的因愿文有文我名号，所以二十愿行者他修什么因？念佛。好，那第十八愿也念佛，第二十愿也念佛，修因一样啊，但是念佛的心境不同，念佛的心情不同，念佛的心态不同，所以第二十愿与第十八愿虽然同样修念佛行，但是修行是不同的。所以法藏菩萨才会呢发两愿。法藏菩萨何故呢立此愿？就是因为法藏菩萨睹见了诸佛国土啊，有了国土众生啊，天闻道国土的清净庄严，虽然细念啊心求，但是因为啊修行下列不能够满足往生的细念，所以啊牺牲浪死，徒受轮回之苦。所以法藏菩萨悯念众生啊，发愿我将来成佛，十方的众生听闻到我的名号，不论啊修行啊如何向往我的净土啊，称念我的名号，愿意往生我的国土，我都会满足他的心愿。这一愿跟第十八愿最主要是在念佛的心境不同，这一愿是偏重于自力的念佛，第十八愿是偏重于他力的念佛。自力念佛与他力念佛所念的心境不同，所念的佛号是相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行者，不管用自力心念佛或用他力心念佛，我们只要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将念佛的功德回向，一定可以满足往生的心愿。祖师也有对于第二十愿啊判为三生往生愿，这个道理还要再细说。但是我们根据第十八愿修学的行者能当生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根据第二十愿修学的净业行人也不少，但是因为第二十愿闻我名号，系念我佛，逐诸得本，众生把名号当作是自己往生的功德，作为积累往生资粮，念佛的心比较充满不安，如果佛号念得多，就会觉得往生比较容易；如果佛号念得少，就会觉得往生比较困难，所以内心比较会忐忑不安，这是许多念佛人的通病。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心情、心态、心境念佛，阿弥陀佛都绝对对众生绝对的救度。只不过第二十愿并没有誓言，若不生者不起正觉，绝对的救度。我们从因缘文了解法藏菩萨的用心，确实我们要选择摄生三愿的其中一愿，好好一门深入专修专行专念专弘，
十方的众生根器啊，千差万别，有智力修行众生，也有恶力修行的众生，也有他力修行的众生。所以第十八愿、第十九愿、第二十愿，这叫色声三愿。有法藏菩萨为了广度十方众生的考量，喜欢他力修行的众生，阿弥陀佛就以第十八愿救度他；喜欢智力修行的众生，阿弥陀佛就以第十九愿救度他；喜欢恶力修行的众生，阿弥陀佛就以第二十愿救度他。所以色声三业事实上要多说一些道理，让大家更能明白，但是时间实在很不够用，没办法多说。总之，如果你能够把第十八愿、第十九愿每天早晚二课读诵几遍，将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你一定会猛然惊讶，原来我平生所念的佛号每一句确实都具足往生之音，原来阿弥陀佛真的没有骗我。在临寿中，就是还没有断气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现前了。所以色声三愿，尤其第十八愿、第十九愿，特别需要深入探讨。假如你能够呢，有时间把四十八愿的每一愿呢，融会贯通、深入了解，更好。但是没有时间，至少你要把第十八愿彻底明白，因为这是你往生的修因愿。希望你在现前当下就能懂得阿弥陀佛的心，了解阿弥陀佛的愿心，那这样念佛就成了快乐的修行。时间也到了，晚上向大家报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弥陀真诚的信仰者，一生念佛，快乐往生。南无阿弥陀佛。大家请合掌跟随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无上甚深本愿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实意，请放掌。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早上幸运继续向大家报告四十八愿大意。前面我们已经看了四八愿的二十愿，早上从第二十一愿接下去看。第二十一愿具三十二相愿，因愿我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不惜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起正觉。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的人天菩萨众生，如果没有完全记住三十二大人相的话，我就不起正觉。从这一页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具足大丈夫相，三十二大人相是就小圣而言，就大圣而言，
佛有八万四千相，就真实而言，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佛有无量相好光明。所以佛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人。为什么法藏菩萨要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十方无量的诸佛国土，有的国土众生啊，身相丑陋，并不庄严。因为不庄严，彼此之间会有比较，也不能令众生升起恭敬心。所以要度化众生有所困难。具足三十二大人相，非常的庄严。从这一页我们就可以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的长相完全与阿弥陀一样。那你会问，前面第三页悉皆金色焰，第四页无有好丑焰，不都是已经说明清楚了，每一个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跟阿弥陀一样，可是并没有这一页讲的那么仔细。三十二大丈夫相讲出佛的庄严相，三十二大丈夫相的每一项都是佛在因地修学百福所成就。如广长舌相，佛生生世世菩萨的修行，不妄语，不取语，不两舌，不恶口，所以成就广长舌相。我们没有修百福，只要修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成就与阿弥陀一样的三十二大人相，实在是非常的殊胜。念南无阿弥陀佛所得到的利益实在太大了，所以大家每天好好的念。你只要想到我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一样记住三十二大丈夫相，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那念阿弥陀佛实在是太好了，太殊胜了，太尊贵了，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在我们娑婆世界自己修行要成就三十二大丈夫相，每一项要修百五，不晓得修多久。因为福相是修福因感召而来，相同的道理，丑陋相是因为造作恶因感召而来。在《罪福报应经》讲，为人因生清澈，从歌咏三宝中来。有的人讲话音声非常的动听、嘹亮、清澈，那就是因为他过去是赞叹三宝。有的人讲话的声音啊非常难听啊，沙哑出声，令人听了会厌烦，那就是因为过去毁谤三宝。有的人呢长相呢高大，那就是因为过去恭敬人故。有的人长相啊矮小，那是因为过去是啊轻慢人故。这都是因果报应。佛为什么记住三十二大丈夫相？过去是修了许许多多的福报感召而来。所以你如果想要你的长相跟佛完全一样，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啊？
请看底下第二十二页，环相为相念，因愿文：设我得火，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度披红四海，积累德本，度脱一切。由诸佛果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波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成佛时候，十方世界菩萨往生到我的国土来，必定使其进入一生补处的菩萨阶位。如果他有特别事业，想要自在教化众生，披我的红饰铠，积极善根功德，救度一切众生，或者到诸佛国土啊修菩萨行，或者供养十方诸佛，或者开导教化无数众生，使众生发起追求佛道之心，超出菩萨四十一阶位之前，修习普贤十大愿王之德。如果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这一念，法藏菩萨要成就十方的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超越菩萨四十一阶位，很快的证悟补处菩萨。补处菩萨就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是未补佛位，也就是佛入涅槃了，等觉菩萨就要继承佛位。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果涅槃，观世音菩萨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观世音菩萨成佛之后入涅槃，大势至菩萨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当然每位菩萨成佛之后啊，他所教化的世界名称就会不同。所以你我将来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到他方世界广度众生，成就佛道，能够非常的快速。仰仗的就是第二十二页环相回向愿。大家看华严经一定会看到一个事实，法藏世界的初地到十地的菩萨尊普贤十大愿行，念佛导归极乐。印光大师在文钞讲出法身大士之所以念佛导归极乐的原因，就是为了快速成佛。为什么法身大士会想要快速成佛？因为赶紧成佛可以具足佛的神通智慧道力，广度众生。菩萨的智慧神通道力不究竟不圆满，佛的智慧神通道力才究竟才圆满。所以为什么法藏世界的十地法身大士要导归极乐，就是为了快速成佛。因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仰仗阿弥陀佛第二十二愿环相回向愿，
可以超越菩萨四十阶位，非常的殊胜。阿弥陀佛愿力啊，实在是太了不起。譬如我们从一楼要到十楼，我们如果自己走楼梯，一阶一阶的慢慢走，那一定会比较辛苦，也比较慢。如果你选择搭电梯，进入电梯里按十的按键，很快的电梯啊，把你从一楼送到十楼，不但轻松，而且快速，对不对？如果你要到达十楼，我要请问你们，你要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走楼梯哦。当然了，坐电梯啊。啊，阿弥陀佛的净土教法就是教你坐电梯的方法，非常快速，直接从凡夫进入西方菩萨果位，超越四十阶位菩萨，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古德有两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不用三起修福慧，但凭六字出乾坤，不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直接用六字南无阿弥陀，超越生死，超越菩萨四十阶位，未入补处佛位，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如果你自己自力修行断惑证真，纵然你要成就佛道，还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那是非常漫长的时间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信受依靠奉献。如何奉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如此真诚称念。所以四八愿的每一愿，你好好的深入探讨，每一愿都会让你升起念佛心，每一愿你都会对法藏菩萨升起无比的恭敬，这种恭敬心自然使你流露出念佛修行。太好了，阿弥陀佛实在太慈悲了，阿弥陀佛实在太伟大了。底下请看第二十三页，供养诸佛愿。因愿闻舍我等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前不能骗至无数无量亿，那有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成佛时候，我国土中的菩萨蒙佛的不可思议归神力，想要供养十方诸佛，而不能以一时极短的时间中行遍无数量的诸佛国者，我就不取正解。这一愿啊，仔细思维，你也会发现法藏菩萨的慈悲愿力啊，实在呢太深广无比了。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要到他方无量无边世界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果有出没之相，也就是啊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去啊，不能一念圆满到达，那要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就有问题。就是因为十方的国土许多菩萨有供佛之心，但是啊没有供佛之能，所以啊法藏菩萨誓言第二十三愿啊，我们
如果想要供佛，埋树鲜花在佛前供佛，我们只能在一个地方供佛，我们没有能力分身，也没有能力动一个念头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供佛，我们没能力。所以法藏菩萨看了十方诸佛的国土，有的菩萨啊有供佛之心，可是啊要供养十方诸佛那么多，没有能力一时之前骗供。举例说明，如果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有一万位诸佛如来，那么如果你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化身呢一万分身，同一时间供养一万位诸佛如来，那你的供养就会有所不足。所以这一愿法藏菩萨非常的悲心，要令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在一死之前，也就吃一餐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就已经供养了所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实在太殊胜了。所以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每天早上啊动一个念头，分身百千万亿到百千万亿的诸佛国土，供养百千万亿的诸佛如来，供佛之后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吃早餐还来得及，实在是非常的殊胜。阿弥陀佛的愿力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给阿弥陀佛赞叹。那如果你没有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有这样的本事吗？没有。所以要不要靠佛力念佛号？当然要。底下请看第24愿，共聚如意愿。因愿闻舍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欲求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之后，我国土中的菩萨想要在诸佛之前献起供养之德，所需供养之具若不能如意所得，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为什么要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有的国土菩萨想要供养诸佛如来，虽然能够呢快速的分身百千万亿供养诸佛，可是供具不能随心所欲得到。如世尊在过去曾经有一次当过长提菩萨，他想要供佛，可是啊很穷，他呢舍身啊换的金钱啊要购买供具啊供佛。如世尊住世的时候，有一个贫穷的妇女，她看到许多人供佛，她也很想供佛，可是很穷，怎么办？只好把他的头发割下来换钱买油灯供佛。我们人间的众生想供佛供具都是需要采购，你想要以饭菜供佛，你没钱买饭菜你就办不到，想要以鲜花供佛，你没钱买花就办不到啊。任何刚买回来的东西还没用过，我们先供佛，表示啊我们处处时时心中有佛。比如说你买了一项日用品回来还没有用，先摆在佛桌上供佛。但我们人间的众生要供佛，
之际啊，也不能随心所欲。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仰仗阿弥陀第二十四愿，共聚如意愿，化身千百万亿到他方世界供养无量诸佛。你想要用鲜花供佛，动一个念头，鲜花自然在前供佛。你想要以翻盖供佛，动一个念头，翻盖自然现前供佛。譬如你想要以花生供养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你动一个念头，花生呢就出现在药师佛的面前供养药师佛。你会说，星爷师父，你会不会讲得太玄了一点？你会不会在讲卡通啊？不会，你把无量寿经五种译本好好的读几遍，融会贯通，你就会证明我所讲的是事实。底下请看第二十五页，说一切智愿应验文，设我得佛，佛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佛之后，我国土中的菩萨如果不能以佛智演说诸法密要者，我就不起正解。这一愿我个人特别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说法的人，说法的人呢，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呢，得到佛智，从佛智啊，乘性说出。世尊讲经说法，不像我们现在的法师，必须呢，请一本经典啊，依照经文一字一字的解说，一句一句的说明，一段一段的阐述，不是。世尊是将他所证悟宇宙人生的真理，从他的如来智慧啊说出，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好好修行，也能够像他一样恢复真如本性，开显如来智能。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说法，没有佛的智慧，可能说错法，凡夫如果还有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会将佛法误解说错，实在讲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还没有断惑正真，还没有开显如来智慧，所以所说或许不相应佛意。佛经是因为佛从智慧乘性说出，所以符合宇宙人生真相，符合事实。那么我们凡夫没有开显智慧，有时候看佛经的意思都会理解错误，更别说会说错了。所以我是说法的人，我特别喜欢第二十五愿，因为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会得到佛智，以佛智说法绝对无为无失，不会说错，不会说偏差，不会误导众生。所以啊，讲经说法实在呢非常不容易，因此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如来一切智，我们就能够随顺佛智演说妙法，令众生欢喜信受，依教奉行。所以你现在不识字，不会说法，你也不用难过，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
仰仗阿弥陀佛的第二十五愿，你就得到佛的智慧，到他方世界去说法度众生，绝对不会说错。太好了，太好了啊！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一页，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当菩萨，证悟佛智，到他方世界说法不会呢偏失，不会错误，广度众生。底下请看第二十六页，得那罗延伸愿。因愿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起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的菩萨如果不得金刚那罗延般坚固之身力者，我就不起正解。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有了净土世界的菩萨，虽然有心说法度众生，可是啊，身体不强壮，身力不广大，所以有心无力，也就是心有余力不足。这一点我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第二十六愿我也很喜欢。哇，那每一愿都很喜欢啊。当然啦、啊、因为每一愿都是法藏菩萨慈悲之心所发愿的，所以有人误解啊，我们强调第十八愿，只要第十八愿就好，其余四七愿都不要，错了，这是天大的误解。四十八愿每一愿我都要，而且非常喜欢要，你们是不是这样啊？当然啦、啊、每一愿都要啊。第二十六愿我不但要，而且还非常喜欢的积极要，所以我一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身体呢非常的强壮、健康、有力。像那罗延伸，那罗延是天上的一位大力士，身体非常的强壮有力。我们在这里因为每天吃五谷杂粮，色身会生病，年纪大了就算没病也会身体衰弱，体力不佳，老了气血衰弱，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那么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像天上的那罗延啊，身体非常的强壮有力，根本不用喝蛮牛，每天呢就非常有力啊。那这样啊，你身体强壮健康有力，你要说法度众生才有体力，对不对啊？否则心有余力不足，纵然有心说法度众生也没有用啊。那在这里年纪老的老菩萨特别能感受啊，人老了年老色衰啊，体力很差，连走路啊都不能非常伶俐。所以你看到第二十六愿得那罗延伸愿啊，就赶紧怎么样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体力啊非常的好，身体非常的健康，像金刚宝石一般。金刚呢是金刚宝石的譬喻，就是坚固不坏，也就是永远不老不变。哇，太好了，对不对啊？太好了。我们在娑婆人间会老会变，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老不变，这样你要不要念佛？要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好，请问年纪超过七十岁的老菩萨，超过七十岁的老菩萨请举手。一个而已哦，
你们都这么年轻啊，好，年纪超过70岁的老菩萨老来好不好啊？不好啦。如果你跟我说老来好，我不相信啊。现在80岁了，年纪很老了，满脸皱纹了。以前18岁，年轻漂亮，好像是一朵鲜花。现在80岁，这朵鲜花已经枯萎了。所以啊，老来不好，所以赶紧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老。请问，不曾生病的人请举手。不曾生病哦，哇，一个哇，很不简单啊，我们给他赞叹啊。那没有举手的人，就是你们都曾经生病，我也是，我经常生病，所以啊，我对第26页呢也非常喜爱。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身体健康，体力强壮，永远不会生病，太好了。生病很苦，对不对啊？所以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老不病不死，你要不要去啊？请看底下第27页，所悉言净愿，一念闻，摄我得佛。国中人天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奇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又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解。华藏菩萨誓言：如果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人天所有的一切万物，清净庄严，光洁艳丽，形状色彩啊殊胜奇特，微妙精巧，无法计算名称数量。若一切众生啊得到天眼通，能尽知数量名称，我就不起正解。法藏菩萨发这一愿，就是要每一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在清净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日用所需啊，非常的殊胜。十一住行意乐，一切啊万物啊啊非常的庄严清净光泽啊奇丽，形体色相啊殊胜奇特啊，啊数量名称没有办法计算。我们在人间日常生活，食衣住行意乐所需一切啊，啊不庄严不清净，家境困苦的人啊，说不定啊连购买日用品有时候都成了问题。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成就啊每一位众生生活啊非常如意，所用的一切万物啊，不管吃的用的住的啊，通通是非常的庄严清净光泽奇丽。那么从这一页呢，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啊非常殊胜，非常值得我们啊念佛向往求生。阿弥陀佛为我们将来安身立命的净土世界啊设想的太周到了，我们要跟阿弥陀佛感恩无掌。底下请看第28页，见道场树叶，因愿闻，摄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树，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将来啊，
我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的菩萨即使少功德的诸善行者，若不能得见那高四百万里光耀无比的菩提树者，我就不起正觉。道场树就是菩提树。法藏菩萨为什么要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十方诸佛国土，有的诸佛国土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到教主成佛度众生的恩德苦心，所以啊，誓言法藏菩萨令他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纵然少功德的菩萨也能睹见啊光彩无比的菩提树。为什么要看见菩提树？因为佛在菩提树下金刚坐啊，成就佛道。所以啊，世尊成佛最初的七天感念啊菩提树的恩德，因为坐在菩提树下成佛，所以对菩提树充满了感恩之心。后面从佛知道感念菩提树的恩德，我们也明白我们受佛的教化要感念佛恩佛德，所以睹见菩提树主要的目的呢，是要知恩图报，感念佛恩，念佛修行，报谢佛德。睹菩提树也激发众生要赶紧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所以菩提树对成就佛道有恩德，所以法藏菩萨希望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睹见菩提树的用意在这里。如果少功德的菩萨不能睹见菩提树，就生不出感恩福报的心，生不出念佛修行感恩佛德的心，也生不出要快速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所以啊，法藏菩萨的用心良苦。底下请看第二十九愿：得辩才智愿，是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华奉诵此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之后，我国土中的菩萨研经就典，或读诵经典，或为人演说，如果不能得无碍辩才智慧者，我就不取正解。这一页也是法藏菩萨为了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读经奉诵啊持经，得到无碍辩才智慧。因为得到无碍辩才智慧之后啊，就可以啊到他方世界为众生说法广度众生。我们在人间诵经诵了三年五载，也得不到无碍的辩才智慧，所以我们想要对人说法，经常都觉得力不从心。以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佛法实在太深奥了，因为从佛的智慧先说而出，而且啊，要说给根器无钝的众生啊心领神会啊，实在非常不容易。就算众生能体会经义，也不一定呢肯接受，不一定肯奉行。所以说法不说错就很难得了。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凡夫如果没有开显如来智慧啊，要说法确实非常不容易。
不说错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以我个人而言，我几乎天天说法，而且啊，我其他法门很少说，几乎只宣扬净土教法。可是有些经文啊，我天天说，还是天天忘，觉得凡夫没有智慧啊，是这样说法非常困难。所以啊，我们要得到无碍辩才，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具有无碍辩才智慧。你要不要啊？我要啊，因为我是一个说法的人，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愿力。请看底下第30页，辩才无穷愿，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起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成佛时候，我国土中的菩萨无碍智慧辩才，若有限量者，我就不起正解。这一愿与前一愿意义不同，如果相同，法藏菩萨不用多发一愿，法藏菩萨的智慧啊究竟圆满，绝对不会发罪业。因为前一愿并没有谈到智慧辩才无量，这一愿呢就谈到了。因为法藏菩萨看见十方诸佛国土的菩萨，有的菩萨虽然有无碍智慧辩才，但是辩才有限量。阿弥陀佛为了成就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智慧辩才，是无可限量的，无穷无尽。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具有无穷无尽的辩才智慧。任何十方众生要考你，都考你不倒。我们人间的说法法师或在家大德，如果对自己不念好的佛法，被人一问，可能就被人问倒了。如果你问我，信愿师父，请问开悟之后的心境是如何？哇，我就答不出来了。我为什么答不出来？因为我没有开悟啊。我怎么知道开悟的心境怎么样？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说：“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心境是如何啊。自性能生万法，自性本来清净，我们说得出，但是不知道那样的心境是如何，对不对？所以说法的人如果没有证悟佛法的真理，那说出来的法内心会感觉心虚。如果我告诉大家禅法我没有开悟，那我告诉大家的禅法我说的会心虚，对不对？当然啦，譬如拿一本食谱跟对方呢说明这一道菜肴是如何的色香味俱全，跟你把这一道菜吃进肚子里跟对方说明这一道菜的色香味俱全，这两种情形说出来心境一不一样？不一样啊。拿着食谱没有吃到任何一口菜，你跟对方说这道菜如何色香味俱全，你会说得很心虚，因为你连一口都没尝到，你只是按图说故事而已，对不对？那如果你把这一道菜吃到肚子里，哇，这一道菜确实啊非常美味，你把心得说出来啊，是你得到之后的心得分享，按食谱跟对方说明是你没有得到，只不过按图说故事而已。第一种会说的心虚，第二种会说的实在。
讲经说法是一样的、啊、我如果没有证悟，我跟你讲会讲得很心虚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开显智慧八万四千法门。什么法门？你没证悟，对不对啊？所以必须要记住无碍辩才智慧，才能圆满说法。好，时间到了，早上向大家报到这里，祝大家一心念佛，成就智慧。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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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本愿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弥陀真实义。请放掌。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早上接着大家念佛共修，心愿继续向大家报告四八愿大意。前面我们已经看了四八愿的三十愿，早上从第三十一愿接下去看第三十一愿，国土清净愿，设我等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的国土清净无秽，其光明照彻十方无量诸佛世界，犹如明镜，可以清楚看见面相。若不能如此，我就不起正觉。法藏菩萨为什么要让他成就的国土清净庄严可以看到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因为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如果能够睹见诸佛世界，那就会可以看到诸佛世界的清净庄严，也可以听到诸佛如来说法，也可以看到诸佛世界的众生造恶或行善。那这样要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就非常的便利。所以从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看到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换句话说，从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看到我们娑婆世界。所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看到大家在佛殿听经闻法，看得一清二楚。你在家里有没有做早课，佛菩萨都看得非常清楚，你的人间点点滴滴的画面都会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照见一清二楚。那这样要不要好好用功修行？当然要。请看底下第三十二愿，国土严誓愿。因愿闻设我等佛自地上至于虚空，宫殿罗冠石榴花树，国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誓奇妙超诸人天，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解。法藏菩萨誓言，他成佛之后，国土中从地上到虚空，宫殿罗冠水流花树等
一切万物啊，都有无量珍宝以百千妙香所共同合合而成，其缘世之奇巧微妙，超胜天上人间。奇妙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啊，皆修佛显。若不能如此者，我就不起正见。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有的诸佛国土啊，环境啊不庄严，所以啊，誓愿成就的净土世界啊，环境非常的庄严，从地上到西空，不论宫殿、罗冠、水流、花树，一切环境啊，非常的庄严。如果有了庄严，既有无量的珍宝，而且啊是百千种妙香所合合而成，啊，让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在清净庄严殊胜的环境啊，闻到了百千妙香，自然修显，修成佛之显，叫做修佛显，实在是非常的殊胜。所以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便罢，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之下自然修显，你在娑婆世界，在你家的环境，你可能放逸，不会精进修显。回到道场里来了，因为庄严的三宝宫殿会让你升起修行之心，可是在其他道场之外的环境，你可能就没有修行之心了。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会，罗阁啊、花树、水流，处处都是无量珍宝、无量妙香，闻到香味，自然升起修行之心，太殊胜了。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快成就佛道，就是因为修行的环境太殊胜了，不会退道心，只会念念精进。你再看第三十三愿，触光罗软愿，因愿闻摄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年触起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解。触光柔软愿是让一个人蒙受阿弥陀佛的光明色受，身心柔软之愿。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将来成佛，十方世界无数众生啊，蒙我光明的照处其身，自然的信心欢喜啊，身心柔软，超过人天。若不能如此，我就不取正见。因为法藏菩萨看到了十方诸佛国土，虽然教主非常的殊胜庄严，功德无量，可是人天大众不能得受利益，身心柔软，不能超越天人。所以华藏菩萨誓言，被他的光明摄受，就能身心柔软，欢喜自在。为什么我们为一个死了之后身体僵硬的亡者念佛，他能够身心柔软？原因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色受，就是第三十三愿触光柔软愿，让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处啊，身心柔软，心柔软，身就柔软，心不柔软，身就不柔软，这是一定的道理。底下看第三十四愿，无明得忍愿，
应愿闻是我等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总持者，不起正觉。法藏菩萨誓言，如果将来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世界的众生啊，闻信称念我的名号，不能证悟菩萨无生法忍及诸陀罗尼功德者，我就不起正觉。这是法藏菩萨看到十方的诸佛国土，有的国土菩萨啊，虽然能够得意佛号，但是啊，不能很快的证悟菩萨无生法忍的阶位，所以啊，法藏菩萨誓言，以他的果地名号，让十方菩萨得闻佛名，信受称念，很快的证悟菩萨的无生法忍阶位，实在是太殊胜了。这一页也充分显示法藏菩萨希望以名号广度十方众生，赶紧成就大菩萨，对不对啊？所以阿弥陀很希望我们赶紧解脱生死，赶紧念佛往生，赶紧成就大菩萨，广度众生。阿弥陀用心良苦。底下请看第35页，女人往生愿，应愿闻受我等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现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解。这一愿是法藏菩萨要成就十方的女人。诸位女众菩萨，这一愿啊，你一定要好好的用心体会。如果你时间很少，早课晚课只能把48愿读了2愿而已，那你就读第18愿以第35愿，因为你身为女众菩萨，一定要了解阿弥陀佛度化你的用心。第35愿就是阿弥陀佛悲悯十方女人，因为阿弥陀佛看到十方的世界，有的世界女人啊非常的痛苦，所以啊悲悯女人的业障深重，受苦受难，因此啊发愿，如果我成佛，十方世界有女人听闻到我的名号，信心欢喜，发菩提心，我厌恶女人身，一受终之后互为女人身者，我就不起正觉。从这一页我们也可以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所有女人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都成就丈夫相、男子相、32相，所以女人在今生此世遇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可表示阿弥陀佛啊，为着救度你，安排了你生命中的贵人引导你念佛修行，你要特别感念阿弥陀佛为了救度你的苦心。所以我经常说，如果男众一天拜佛100拜，女众就必须一天拜佛200拜；男众一天念佛1000声，女众就必须一天念佛2000声。因为48愿，阿弥陀佛特别发了愿，要救度你女人，你应该要更感恩阿弥陀佛救度你的苦心，对不对啊？48愿没有特别发一愿要救度男人，没有了。所以啊，女众菩萨应该特别精进念佛。
底下请看第三十六页，常修幻恨愿，因愿闻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汝名字受终之后，常修幻恨，自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十方诸佛世界的菩萨，听闻到我的名号啊，如果没有往生我的西方极乐世界，纵然受终之后，也会经常啊修行六度万恨，一直到成佛。如果更能得到这样的果报，我就不取正解。这一愿呢，就是法藏菩萨要成就十方的众生，从因地到果地啊，生生世世啊，常修幻恨。幻恨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广泛的意义是六度万恨；第二种意思是狭义的意思，是修行不隐逸。在这里所指的是广泛的意思，生生世世啊修六度万恨，以菩萨的清净心修行，所修与真如清净心相应，所以叫做幻恨。请看底下第三十七页，人天自净业，因愿闻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其所作礼，欢喜信乐，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自见，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佛啊，十方诸佛世界的诸天人民，听闻到了我的名号啊，五体投地啊，起手作礼啊，欢喜信乐啊，修菩萨行。如果诸天的天人与人民没有升起恭敬仰慕之心，我就不取正觉。这一页是法藏菩萨看到十方的诸佛国土，有了国土世界的众生啊，虽然能够闻佛名、修佛行，可是啊，不被诸天世人恭敬，所以法藏菩萨誓言，以他的名号令所有十方世界的众生得闻念佛修行，生生世世欢喜修菩萨行，令诸天世人恭敬。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纵然呢菩提心修菩萨道，也不一定会受到诸天世人的恭敬。底下请看第三十八页，依福随念愿，因愿闻舍我得佛，佛中人天亦得依福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再生。若有裁缝导览还着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的人天菩萨众生所需要的衣服、袈裟随念即现，如佛所赞，当善来比丘，法服自然再生。若需要裁缝导览洗濯者，我就不取正觉。法藏菩萨为什么要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的众生，有的国土众生必须费了很多的心力，
才能够呢满足呢食衣住行日用所需。第三十八愿举出啊，失一得一，其实包括其他一切生活所需、食衣住行、娱乐等等啊。所以你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想要穿什么样的袈裟，只要动一个念头，袈裟自然呢穿在身上，不必裁缝，换句话说不必定做，袈裟也不会脏了，所以不必呢啊洗涤。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洗衣机，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所穿的衣服不会脏，因为袈裟脏了啊，鬼神会脱去。所以宝藏菩萨要令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生活啊非常如意，食衣住行啊动念就能满足，所以不用工作，不用赚钱啊，你只要想穿什么衣服，衣服自然穿在身上，想吃什么样食物，食物自然变现在前。你一定也会怀疑，真的吗？真的，希望极乐世界生活这么好，就是这么好。佛不会骗我们，法藏菩萨不会发虚愿，所以往生希望极乐世界生活非常的狭义，你要不要去呀？底下请看第三十九愿，受乐无染愿。因愿文：设我得佛国中人天所受快乐，不如落尽比丘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我国土中的人天菩萨众生啊，如果没有得到无穷的快乐，而且啊，如果不如落尽的比丘啊，心无所着者，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啊，法藏菩萨看到十方的国土，有的国土众生啊，受乐之后啊，会升起贪着之心，所以会增长烦恼，轮回受苦。譬如我们人间就是，我们人间会享乐的事情啊，会一直升起贪着之心。譬如吃了一道自己很喜欢吃的菜肴，吃一口哇很喜欢吃，再吃一口哇很不错，再吃一口，吃了一碗又一碗，吃得太饱撑着很难受。贪吃是增长烦恼，当然会增长生死。底下请看第四十愿：见诸佛土愿。因愿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意见十方无量眼见佛土，应时如愿，以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的菩萨随心所欲啊，想要看见诸佛净土啊，应起心念，十方诸佛国土啊，自然应现在宝树之中，犹如明镜，可以清楚看见自己面貌。若不如此啊，我就不取正觉。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这是因为法藏菩萨看到无量诸佛国土，有的国土的众生，他虽然啊有心想要看见十方诸佛国土，可是没有能力。所以啊，法藏菩萨发这一愿，要令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从宝树之间看到啊十方无量无边的国土世界。
底下请看第41页，诸根具足业，应验文：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自以得佛诸根切落，不具足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就佛道，他方国土的诸菩萨，应闻到我的名号而称念啊，我的名号修行一直到成佛。如果有诸根切落、身心不健全者，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就是看到十方诸佛国土，有了国土众生啊，虽然称念佛号、修诸功德，但是六根有所缺陷，因此啊，不能受到众生的尊敬。我们人间世界就是如此，有的人因为业报，所以少了一只手，少了一条腿，或少了一个耳朵，五官不全，四处缺陷，所以就会令人家升起轻视心啊，不但会使得对方升起烦恼，有时候自己也会升起自卑心。长得五官不全的人，自卑心就会从心中升起。所以法藏菩萨为了让十方众生啊能够闻到他的名号，生生世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啊，六根具足，五官具足，四肢具足，身心健康，阿弥陀佛的用心实在非常的良苦。以下请看第42页，注定供佛业，应验文：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住持三昧，一发一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将来我成佛，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啊，听闻到我的名号啊，都证悟啊，清净解脱三昧啊，安住在清净解脱三昧啊，一发心的念头啊，就能够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而不失禅定心。如果不能如此者，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就是看到啊，十方诸佛国土有的菩萨有心供佛，但是啊，发心到他方供养诸佛，禅定心就失去了，不能动静一如。佛的禅定啊，就是不论动中静中啊，如如不动，不失禅定心。我们当然是连禅定心都没有，但是法藏菩萨要成就十方的菩萨，能够呢禅定心呢、动静不失，一念之前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禅定心呢、动静一如，不会丧失。阿弥陀佛实在太慈悲啊，也太伟大。底下请看第43页，生尊贵家业，应验文：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啊，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听闻了我的名号之后啊，纵然不愿意求生我的净土，而在他受终之后啊，如果不投生到尊贵家，以尊贵力啊度化众生，我就不成佛。
法藏菩萨就是看到了十方众生啊，有的诸佛的众生虽然没有解脱佛道，生生世世啊能够在因为善根修行，可是不能出生在尊贵家，修炼了出生在贫穷家，所以啊穷困潦倒，生活艰巨，修行非常的困难。投生在尊贵家，就是投生在富贵家、帝王家、宰相家、长者家。出生在尊贵家，能够啊以尊贵力方便修行；出生在帝王家，就可以帝王之力啊护持佛法，利益众生。底下请看第四十四愿：具足得本愿，愿闻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欢喜踊跃，修菩萨行，具足得本。若不尔者，不起正解。法藏菩萨誓言：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啊，听闻我的名字，一心称念啊，也欢喜啊，修行啊，六度万行，记住一切功德。若不能如此者，我就不取正解。法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一愿？因为法藏菩萨看到诸佛国土，有的菩萨虽然生生世世的发心修行，不一定能够圆满具足六度万行，不能圆满具足一切功德。法藏菩萨为了广度他方世界的菩萨众，所以希望以他的名号令菩萨众修行，升起欢喜心，广修六度万行，广学无量法门，而且具足一切菩萨修行的功德。确实法藏菩萨不但要广度凡夫，也要广度菩萨。底下看第四十五愿：住殿见佛愿，因愿闻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待得普等三昧，住是三昧，至以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解。法藏菩萨誓言：我将来成佛之后，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听闻到我的名字，